现在开始传法，讲法之前、听法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听法啊，然后精进的修持啊，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个课里我们准备讲什么呢？就讲如何修大乘的法，就是讲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修心，这个信佛的人当中这个真正的修心的人是不是很多？虽然都是信佛的对佛有信心，但是呢，对佛有信心的人不一定修心，这个信佛的人当中修心的人不是很多，不是所有的修行人的，不是所有的学佛人都是修心人，那其中修心人当中真正会修大乘佛法的人就更少，虽然是修心人，但是呢，修的还不是大乘佛法，这个修心人当中呢，真正能够修大乘佛法的人。就是更少，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就很可惜的，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这么难得的这个人生，这一生当中就是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但是呢，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修大乘佛法，没有修到大乘佛法的话。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对于我们一个修心的人，就是一个这个寻求解脱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这个修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呢，这个。不是很容易遇到大乘佛法不是很容易，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了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这是我们就是多世累劫当中修出来的福报，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福报，所以我们才这个遇到了大乘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书佛经当中讲。佛经当中有这样子的记载，凡是修法的人，凡是学这个佛法的人，都是对佛有缘的人，都是对佛有因缘的人，但是呢，这个对佛有缘这个缘的这个深度就不一样对佛有很这个很有缘的那就是。佛住世的时候，佛亲自传法然后就是很快就这个得到了成就，得到了这个阿罗汉呢，或者是得到了这个菩萨的这个果位，这种人，那另外的这个一部分人，就是像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这种人呢，也是对佛有缘的。对佛是一样的有缘，但是呢，我们虽然是对佛有缘，但是我们的这个业障呢，比过去就在这个佛亲自给他们传法的这种人比较的话，我们的这个业障是比较深重的，所以我们没有机会我们没有机会。听佛陀亲自的这个传法，这个我们没有机会，
但是呢，我们也就是遇到了这个大乘的佛法，这就是对佛有缘，这个就是根基，我们的根基啊，就成熟的要晚一点。那这个在佛陀亲自传法前听法的这些人的这个根基呢，就成熟的早一点。这是根基成熟的早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都是对佛有缘的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了这个大乘佛法不是偶然的机会，这是我们多世累劫当中修出来的这个福报啊，真正的福报。我们世间的人认为比如说有一个人发财了，很有钱啊，这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很有福报啊，很多人说这个人有福报啊，那这也是一种福报，我们不能否定啊，这是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这个不是很了不起的福报。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听大乘佛法的精华，像菩提心这样子的这个法还有像大乘佛法的核心中心的思想，菩提心跟这个空性的见解，有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法，如果我们不会修的话那我们虽然是遇到了佛法，遇到了大乘的佛法，但是呢我们没有修到这个大乘佛法。这样子我们跟这个佛虽然是遇到了这个佛法，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跟没有遇到大乘佛法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这是听听而已听一听大乘的这个佛法，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心力就是没有大乘的法这是非常可惜的。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不修大乘佛法，这一生这样子过去的话，这就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很不好说。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大乘佛法的这些修心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些修法过去不是我们没有讲过讲过了这个慧灯之光、商业佑这些都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还是要听。比如说像这个如心论这样子的这个论点我们不能认为我就听了一次以后，我这个经典我已经学完了已经学完了，我不再去学了。不能这样子认为。比如说我们小学里这个小学的课本学完了以后呢，我们不想再去学这个课本，因为我已经毕业了我不需要再学了但是这个佛法的这个论点就不是这样子。像如心论藏地的这个很多大乘的这个善知识一生当中讲过这个上百次听过上百次，有这样子的那一次第一次听跟第二次听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历届的这个深度也不一样这个大乘佛法是有加持力的用我们佛家的语言来讲，这是有加持力的用我们普通的这个现代人的语言来说，这个经书每一个经书上都有能量这是谁的能量？就是佛的智慧的能量。佛在这个三千大千这个佛是在这个三个无数个大劫当中修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能量浓缩了以后浓缩了以后，就是这个显现出了这个佛经佛经那这个佛经就是通过像这个如心论这样子的论点已经传达到我们的这个心相许，就是我们的心当中这是有加持的，所以我们还要听听了如心论的还要听，讲了如心论的还要讲
这个是没有毕业的时候，这反复的听，因为佛经这个很神啊，不像其他的课本啊，这个听得越多啊，这个感受也就是越深，所以我们菩提心的修法呀，这些不仅是听了一次就不需要听了，那要反复的听，要反复的去思维，要反复的去这个修，这是很重要。这样子那我们最后真正的这个感觉到了这个大乘佛法的真正的这个意义，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讲一讲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修法那遇到大乘佛法，因为是来之不易所以我们经常也要发愿发心愿发什么愿呢？每次我们比如说我们听法完了以后，这个回向善根的时候或者是平时我们欣赏的时候发心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愿当中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这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要发愿生生死死能够遇到大乘的这个佛法生生死死能够遇到大乘的佛法，生生死死能够遇到大乘的这个善知识，遇到这个大乘的这个上识，生生死死能够能够投身到有大乘佛法的地方，就是经常要这个发这样子的心愿，这是非常重要的，原理是不可思议的下一生当中呢我们投身到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投身到生活比较艰苦的地方，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投身到没有大乘佛法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能投身到这个有大乘佛法的地方，有大乘的这个善知识的地方的话这个生活环境环境比较恶劣生活比较这个贫穷，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应该这个接受可以接受为什么呢？这两个那个重要这大乘佛法是更重要了如果让我们投身到一个生活这个物质的生活非常的这个富裕的地方但是呢没有佛法，更没有这个大乘佛法，根本就没有大乘的善知识这样子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那不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在这一生当中造了很多的业造了很多业，就会堕地狱，这就是不入就这个捉牛捉马比如说我们当牛当马的话，马牛它是这个草食动物，它不吃动物，它不杀生所以他在一生当中不会去造太多的这个恶业他不会造太多的恶业那我们人就不一样了人虽然是这个表面上就有一点虚荣但是呢实际上人就这个造这么多的这个罪业那走的时候呢，有一头牛跟有一个人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前途是不一样的，人的前途就是不如牛的这个前途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没有这个大乘佛法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富裕了以后呢就有钱的时候呢如果不相信因果没有慈悲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这个我们非常清楚了所以就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自由选
我下意识能够投身到一个物质生活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没有这个大乘的佛法啊，或者是另外一个选择是有大乘佛法，有大乘的善知识，但是这个啊这个环境恶劣啊，生活贫穷的话，那让我们如果选择的话，我们一定要选后者，这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要选啊，怎么样去选？就现在就要这个发心。发心愿，远离是不可思议的，远离是不可思议。虽然我们今天都是啊，这个凡夫啊，不是菩萨啊，也不是这个佛啊，假如不是佛，不是菩萨啊，我们当中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这些都已经是菩萨了，但是呢，我们用最低的限度说啊，我们如果不是菩萨，不是佛，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原理啊，它还是有这个力量的，它还是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心愿就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虽然是凡夫人的这个心愿也会成就的，所以啊，时时刻刻啊，都要这个。发这个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说话啊，还没有做任何这个事情啊，就在床上坐下来啊，静下来心啊，要发心，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思考什么呢？一定要发心啊！我今天这一天当中，我一定要啊。不离开这个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这两个菩提心，我这一天当中我一定要尽量啊尽力的去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哪怕是念一句佛号回向善根啊也好啊，我要这个做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第一个念头。应该是这个，然后啊，时时刻刻啊都要这个想到这个啊，想到什么呢？啊，我能够啊利益这个一切众生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发心啊，愿我生生世世当中啊，不要伤害一个众生，不仅是一个众生，不要伤害啊众生的一根毫毛。连众生的一根毫毛都不要去动，不要去迫害，这样的这个发心发愿啊，这个我们要穿习啊，时时刻刻都要想，都要这个这样的发心，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啊，还有这个任何时候都要这样子想啊，发愿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比如说早上下这个上午下午上班下班的时候啊，每一个十字路口上都有这么多人啊，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也要发心啊，发愿啊，我愿我能够啊利益这一切众生啊，愿我能够利益我这看到的这所有的众生，也发心愿我今天看到我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啊，看到我的或者是我看到的啊，我能够利益，愿我生生世世能够利益今天我看到的所有众生，或者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所有众生，也这样子发愿啊，我愿我啊这个能够啊看到我的这所有的众生啊这个。生生世世利益这些众生，经常是要发这样子的心啊。我们平时这个叫做修心，经常都要发这个心，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啊，时时刻刻都要发心啊，这样子发心，经常这样子发心，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啊，梦里也会这样子发心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梦是假的啊，梦是假的，但是呢，有一个说明问题，我如果梦里面
啊，我做梦的时候我也会梦到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啊，说明什么呢？这就是我的这个啊，这个修行或者是穿习的比较好，这个习气啊，这个在我的阿赖耶识上面呢，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了这个一定的啊，这个啊，这个习气，这个习气在梦里面啊，这个习气在梦里面啊，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也会做这样子的梦，也会做这样子的梦。这个梦是这个梦啊，虽然是啊不是真的，但是呢还是有意义的，随时随地都要这样子这个发心，还有一个就是要如果能够接受能够接受的话就是这样子发愿我下一世我这个堕地狱，我们现在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可能是不能接受如果我们这样子发愿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虚假但是呢比如说让我堕畜生让我堕畜生让我去做牛做马，但是呢如果我去做马的话我可以这个利益很多跟我同类的这个众生，也就是很多畜生很多的马很多的牛如果我能利益的话那我就是一心一意我愿意去做牛愿意去做马如果我能够这个能够做能够这个利益这跟我同类的众生的话，那我发愿我能够变成这样子的这个畜生能够变成这样子的畜生这样子发愿，这些都叫做修心，而且这是这个修心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心这个我们不一定要大做修心这个这个着见，也就是这个初着以后初着的时候都要这样子想，经常想时时刻刻都要想这样子以后呢，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心里比较根深蒂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随时随刻都是有这个心那到这个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这样子念头的话，也已经是如果没有其他念头也就没问题，没有其他的善根也就没问题，已经是非常好了比如说我知道我马上就要不行了，马上就要死了那个时候呢，放下一切，然后不放下也得要放下，这个时候放下一切，然后就不跟这个世界就留任何这个有任何这个留恋立即发愿我能够这个生生死死无论是我也许这个投生到畜生当中这个也许投生到这个恶鬼当中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业障这个没有办法了我只有面对了我只有接受了这是因果，我们就是一辈子说的这个因果不虚，就是这个这个我没有办法回避了我只有面对了但是呢我就是不要变成一个对众生有伤害的也就是说像肉食动物这样子的众生我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众生愿我变成一个比如说我们变成一个这个一个比如说狮子老虎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个狮子老虎这个佛的这个传当中有讲了很多这样子的狮子呀老虎他们是有出离心的不是有这个大悲心的有大悲心的，跟其他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狮子老虎是不一样他们是利益众生的那我希望我如果我堕到这个畜生这样子的话，那我不回避，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这个就是因果不虚，我面对了。但是呢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我的要求不高，那我要求是什么呢？
我能够成为一个啊，这个对于这些身边的这个同类啊，或者是这个更低一层的这个弱者的这个生命啊，对他们没有危害的一种，我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动物，还有就是不仅是不伤害众生，而且我能够啊，在我做狮子的这个时候，在我做老虎的时候啊，我能够利益啊更多的这个同类的这个众生，那样子这个发愿啊，我们平时也要啊这个考验自己啊，如果真的今天我有这个选择啊，是什么选择？就两条选择，一个是啊，我可以投身到人间啊，而且可以做一个这个有权啊、有钱啊这样子的人啊，一辈子当中身体啊健康啊，生活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幸福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但是呢，这个人啊对其他的众生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也没有什么伤害，就是这样子平平淡淡过了啊，这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子选择，那另外还有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啊，那我就是要堕这个畜生啊，或者是恶鬼道。那我堕到这个畜生或者恶鬼道，要做一个动物。这个有可能是毒蛇、老虎、鸟类的啊，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呢，有一个啊，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我在做这个畜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啊，让许许多多的这个同类的众生，让他们走向这个解脱道啊，我就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身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动物生活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啊。有可能啊被这个其他的动物啊吃掉了，这都有可能。但是有一个是啊，我可以啊利益这么多的这个啊这个同类的这个畜生，这是第二个选择啊。那这两个选择当中，让我选择的话啊，真正的静下心来啊，问问我自己，我会选择什么啊？我们没有这个啊，这个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比较这个时候是人是比较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会啊，我要啊去利益这些人，我们会这样子。但是真正有一天生病了啊，真正有一天马上就要死了啊，这个时候呢。人就跟健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人的生理上的还有这个心灵上各方面都是很脆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发不了这样子的心。在手术台上啊，在病床上啊，就能不能发这样子的心啊？平时我们好好在家里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这样子发心，但是呢，这些时候啊，能不能发心？有没有这样子？如果这些时候能够发心啊，我一定要选后者，第二者，没问题的话，那就非常不错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啊。这个我们啊，平时都要这样子这个训练啊。菩萨、佛这么伟大的人啊。他们的这个知，他们伟大在什么呢？不是他们的身体伟大，就是说他的慈悲心、他的智慧这么伟大。那从哪来的呢？就是训练，他也是训练啊。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从零开始的，从零开始，最后就是达到了这个极点啊，这也是训练出来的。我们如果能训练的话，也是一样的，肯定的，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初作以后的这个修法，初作以后的修法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就每一段时间都要观察我已经有没有达到了这个这个标准，要看，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我无论是在手术台病床上我都能够没有问题，我可以这样选择第二条的话，那就是非常好了，就我们以后要这个维持这个这种念头不要让它这个消失让它发展培养让它我们要培养它让它成长如果还没有这样子观察的时候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反复的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培养出离心培养慈悲心培养这个菩提心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这非常重要了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城市走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从飞机刚刚要将要这个落地的时候就要发心我能够利益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的人我这个能够利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佛教徒的利益，这个重点就是让他们得解脱，这个是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我这个愿我能够在这一座城市里面的所有的人让他们走向解脱道，就是根据我的力量就是也不是根据我的力量，就是靠我的力量依靠我的力量让他们都能够走上这个解脱的道这样子这样子发愿刚刚我们提前面讲的每当我们看到很多人熟悉的不熟悉的这个面孔的时候也要发心那个时候平时我们就这么多陌生的人当中我也没有什么仇人之类的，所以我也不会有这个嗔恨心但是呢我也不是这样子发心，就是这样子过就过了就没有什么但是大乘的修行人大乘修行人就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发心发什么心呢？就是就这么多的人，今天我看到的这么多的人就这个愿我尽快利益这些人让他们这个走向解脱道，这个非常重要了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发心或者是积累资粮的这个机会但是我们不知道每次都这个浪费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平时我们比如说出去旅游就看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风景自己觉得非常快乐幸福这样子的时候呢平时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快乐也好幸福也好这样子就过去了就没有什么过去了，这实际上就是浪费掉了那什么是不是浪费呢？这个时候我们呢要修这个自他相还自他相还不是静下来大坐修，这是心里想就可以了心里想我现在感觉这个非常幸福非常舒服但是呢这个天下人世间也好除了人道以外的这个地狱还有这个畜生还有这些当中呢有无数个这个生命就在受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各种各样的痛苦，那我现在的这个幸福的感觉快乐的感觉呢，我就是分享给这些众生希望我的这个我现在当下感到的这感觉到的这个幸福我就是分享给这个所有尤其是像地狱的众生像这个恶鬼的众生这样子的这个
就是正在这个忍受巨大的这个痛苦的这些众生啊，我就分享给这个众生，希望我的这个啊，这个幸福，这个快乐，能够啊，这个让这么多的众生，他们感到啊，现在跟我一样的这个啊幸福啊，跟我一样的这个快乐，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感觉到啊，跟我一样的这个啊幸福快乐。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不顺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是，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的话，这个时候也许会啊，会就自他相欢啊这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啊痛苦啊，能够稍微这个减少一点，稍微轻一点。所以我就修一个自他相欢啊，实际上这个不是为了众生，这就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现在生病了啊，我生病了，那就是我为了我的病情啊，就是为了我的这个病情的状况要好转一点，所以我就去修自他相欢。实际上这个自他相欢是虚假啊，这个是虚假，实际上就是我就是为了我自己好就修这个自他相欢，不是为了众生好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修的这个自他相欢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这个是它这个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它就是建立在这个自私性的基础上啊，自私性的基础上，我就是为了我的痛苦啊减轻啊，我的病情好转啊，所以我去修这个自他相欢，实际上这个不是自他相欢，但是这种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我自己啊，这个因为是环境的原因也好啊，或者是我自己啊，这个中奖了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快乐。就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就是心里面啊，感觉很幸福啊，很快乐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时候我没有什么痛苦了，我这个就是我很幸福的时候了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能想起啊，想起这个自他相欢的话，这就是真正的自他相欢了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当然了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思维都是一定要发自内心啊，从骨子里想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算是这个自他相欢也好，菩提心也好，才是标准的这个啊，这个菩提心自他相欢，不是从骨子里想出来的啊，不是从骨子里想出来的，就是一些就是啊。为了这个某种啊这个目的啊，那样子修，这个都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这个没有太大的这个啊功德，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有功德没有功德，我们也不能去求这个功德，它是有功德的，有功德，但是也不能为了这个功德而修这个自他相，这样子的话，那也是一种教义啊，我修自他相欢，我这个是我的付出啊，我要得到什么？我要得到这个善根啊，功德是我要得，我为了功德修这个自他相欢，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不是这个啊，大乘佛法啊，就不能去回报这些啊，这不能去这个求这些回报，不去想这些，但是。我们越不去考虑这个啊回报，那就是越有啊越有回报。这个因为因果它永远都不会啊，它永远都是不会错乱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啊这个强求啊这个果报回报，这个不需要的啊。越是不在乎这个啊这个回报，那就是这个越有回报这样的；越是在乎这个啊，那就是越没有啊这个。回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像这个功德，其实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功德，但是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个功德，
那是为了什么呢？诚心失意的，就是为一切众生啊，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啊幸福，能够得到啊，就是当下我很高兴了啊。为什么高兴呢？我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成功了啊，所以我很高兴了啊。这个成功呢，我们刚刚讲的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成功啊，不管什么样的成功，因为这个成功，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很开心啊。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我把这个开心我这个成功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快乐的感受，这个幸福的感受，那我不能这个不能这个浪费，我一定要分享给这个天下所有的这个众生，天下所有众生啊，那个时候呢。这样子回想，回想，我们这个时候不需要这个打坐啊，边走边想，边看边想哦，都可以的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这个平时我们的这个修心啊，这是我们平时都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个也不费时间啊，不需要花时间啊，不需要这个专门的时间啊，都可以做得到。那这个是我们修心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当我们感到这个幸福快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慧灯之光里面也讲过了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看，要去这个观察我这个快乐。我的现在的这个快乐，我现在的这个幸福建立有没有建立在这个其他众生的痛苦之上？有没有建立在其他众生的痛苦之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证经证以后呢，我就得到了，获得了这个那我竞争的这个对手，就这个不幸福了。就我越幸福越快乐这个他就一样的这个更不幸福，更不这个快乐。那如果是建立在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的话，那这样子的这个痛苦之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察觉到我这个是不对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更严重的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去吃海鲜就是我感觉到这个海鲜很好吃，这个是我的口语吃饭很多人就是当做一个自己的这个一个这个幸福的事情快乐不能说幸福但是呢，如果这个建立在这么多的生命的这个这个痛苦之上，这么多的生命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生命，而且这些生命每一个都是死的这么这个残忍那他们的这个死亡或者是这个杀死这个终生这个生命又涉及了这个多少个人参与到这个当中这个就是我就是为了我的一个这个满足我的这个口语现在这个就这么多的这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众生这个受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候能放下就当下就放下这个幸福我不要了如果没有办法当下这个当下没有办法放下的话，那我就是那我就是发心，我以后再不要这样子的心腹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发心发愿，发什么愿呢？我发愿从发自内心当中发愿我愿我生生死死当中不要有这样子的心腹
就愿我生生死死当中啊，我不要有这样子的幸福，我可以不要幸福啊，我可以自己可以过得痛苦一点，但是我不要有这样子的啊，这个幸福，我宁可啊，我这个啊这个过得啊这个苦一点，但是就不啊不可有这样子的幸福，不能有这样子的幸福，不能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快乐啊，因为这个快乐就是建立在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上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很多啊，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我们经常会忽略啊，基本上就是可以包括两个当中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其他众生的痛苦啊，我们经常都忽略了啊，就是只要有我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有我自己利益的话，我就啊就不考虑啊，我这个我啊得到这个利益了，但是呢，另外的啊众生啊失去了生命啊，然后就是这个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啊，这么痛苦呀，等等，根本就不考虑，为什么？这个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忽略？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大乘的这个啊菩提心，没有大悲心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大悲心、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呢？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样子的教育，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环境当中，没有出现过这样子啊，没有这样子的理念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出离心啊，没有这个大悲心，这是我们经常这个忽略，但是这个不能忽略，这是不能忽略的啊，这是一个啊。另外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就是美好的东西啊，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轮回当中呢啊，严格的说是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啊。但是呢，从我们的这种幻觉的角度来说，还是有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一朵鲜花是可以供佛的啊，牛粪是不能供佛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美好，牛粪不美好啊，所以它是可以供佛的啊。这不就说明我们这个轮回当中也有美好吗？啊，还是有美好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啊，是自己啊这个感觉到、感受到这个时候呢啊，那我们也就会忽略了啊。忽略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美好的啊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沉迷在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好当中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去想什么啊其他的这个事情。都不会去想的，但是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的话，这两个都不能忽略，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因为我的存在啊，因为我的这个生存，因为我的欲望啊，因为我的欲望给身边的人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畜生也好啊，带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痛苦都是跟我有关系的，也可以说严格的说的话，这个是我创造的啊，我给他带来的这个啊痛苦。这个为什么呢？如果我不在，他就不会感到这个痛苦啊，这个是我给他创造的这个痛苦。那这个我一定要重视，我一定要重视啊，我需要负这个责任，我就是为了让众生这个痛苦，我就是让这个众生痛苦了，受苦了啊，这个我一定要这个重视。我们平时我们非常的这个自私啊，很自私的，比如说啊，别人欠我10块钱、20块钱啊，或者是100-200块钱，我们都记在心里边啊。他欠我的100块钱，他欠我的50块钱，甚至10块钱都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欠众生的很多名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吃海鲜啊，这个一个碟子当中有多少个啊小生命呢？
那这个是因为都是我，因为有我啊，所以我把他这个他们的声，因为有我的这个口语，满足我的口语，因为有我的存在，他们的生命就没有了，他们的生命就没有啊。这什么原因呢？就是我的原因啊，这个是我的原因啊。那如果我不在的话，是不是没有人吃他们呢？也不是，当然一样有人吃他们啊啊。但是呢啊，就是现在啊，这个饭桌上的这个这么多的生命的，就是为了我，因为我啊，就失去了他们的这个生命，这是我欠他们了，但是我们从来都感觉不到这个啊。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欠他们什么东西啊，我给这个啊饭店啊付钱了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生命啊，这生命是不是可以用钱去卖呢？啊，这些我们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人就是很非常的这个自私。第一个，我们很自私啊。第二个，我们非常的愚昧，非常的愚昧啊，所以我就记我自己的，别人欠我的10块钱、5块钱，但是我就不急啊，我欠别人的命，我欠其他生命的这个命，我不急，这个我不放在心里啊，不放在眼里，那其他人欠我的10块钱，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们颠倒啊。这个我们忽略了啊，不能这样子忽略啊。任何一个生命对我们的这个付出啊，要重视，要报答啊，要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呢。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最有恩德的就是两种人啊，最有恩德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的父母啊。父母啊，我生下来，然后就是养我到现在啊，我今天的一切啊，可以说是父母给我的，所以父母是我的第一个啊，这个恩人啊，他让我拥有这个世界，所以父母是我的这个恩人啊。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我的上师，我的大乘的这个上师是第二个我的恩人。这个世界上我就有两个恩人，那要这样子想，为什么呢？父母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是大乘的上师啊，因为有上师的存在，所以有我今天的菩提心啊，因为有上师的存在，所以我今天懂得啊发菩提心，我懂得啊这个慈悲心啊，我懂得关怀众生，关心众生，我以前不懂得啊，我以前啊，就是我只要有钱啊，我吃这些这个小生命，我认为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合情合理的，根本就不去这个考虑啊其他的这个其他众生的这个痛苦啊，我不懂得，但是我今天懂得啊这个关心关怀啊这些生命啊，这是什么呢？这不是父母啊，这不是父母给我的啊，这个不是父母，也不是亲戚朋友啊，也不是我的同学同事啊，都不是，那是谁？这个就是我的大乘的这个上师啊，因为有上师，所以啊，我今天这一切我都明白了，这是第二大恩人啊，这个世界上就每一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就有两大恩人，一个是父母，一个是我们的大乘的这个上师啊。那我们要报答啊这两个恩德啊。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就经常啊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些美好的东西啊，我们也忽略了啊，有些很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只要对我的名利啊不守破坏损坏的这些东西呢，我就不管它了，只要稍稍对我的名和利啊有一点冲突的时候呢，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重视了啊，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我一点都不重视啊啊。比如说父母对我再好啊，我也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也就不报答这个恩的啊啊。那其他的这个
有再大的恩德，我们也不去想这些事情，这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对。如果我们这样子下去的话，那我们已经是愚昧到极点，我们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我们的前途一定是黑暗的，这个是肯定的。嗯，一个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啊，这么野蛮的人啊，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从一个现代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不是野蛮，嗯，不是这个野蛮，也不是这个愚蠢愚昧的，嗯，但是呢，从这个比较深层次的这个角度去想，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啊，这跟宗教没有关系，这个也跟信仰没有关系的。父母对我的这是一个第一大恩人啊。上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佛法里面的像因果呀这些抛开了以后呢，至少也让我懂得啊惯坏惯心啊，这个爱众生，嗯，这个是我们的上师啊教我们的。那这个就是这个除了因果这个以外啊，也是有这个很大的恩德，但是我们就是感觉不到需要报答这个恩德，我们就是忽略了这两个都忽略，所以我们是一个这样不讲道理的刚刚我们说的，嗯，别人欠我10块钱，我非常的在乎我欠其他众生的生命，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不是不讲道理，嗯嗯，没有比这个还不讲道理的。但是我们就有一个我们人的一种这个自私人的自私心，就把这样子的很多问题都覆盖了，就是我们经常就生活在一个很这样子的一个很模糊的这个当中，所以我们把这些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些细节的问题，细节的问题我们也不去思考，我们也不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平常都感觉不到我们麻木了。今天我们对金钱非常感兴趣，除了金钱以外我们对什么感兴趣？不感兴趣了，只有金钱都看得非常重看得非常重，除了这个以外呢都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这样子，这就是跟动物是一样的跟动物一样了。动物它不是去追求这个金钱，动物就是追求这个肉食动物的这个肉食，草食动物的草水草，它就追求这些，它没有其他的伦理道德等等等等这些它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那我们现在人也是这样，就麻木了，除了钱以外什么都不仁那这个就是那除了钱以外这个人世间当中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其他的这个理由伦理道德呀等等等等，这个做人的规矩都不存在吗？存在的，有很多，但是我们都不去重视这个，那这个叫做不讲道理，这个就是不讲道理。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不讲道理的野蛮的人，是不是野蛮的人？我们刚刚讲就是为了我的这个我的一个这个口语比如说有些这个海鲜它饲的这个这么餐为什么它不能比较人道一点的比较人道化的饲掉呢？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子死呢？这个就是这样，他因为他这样子死了那我们吃的时候这个就是有点咸这个味道有点好这个就是为了这个。他为什么死的这么惨呢就是为了我们的口里的这个味道要这个新鲜一点要这肉嫩一点鲜一点。不是这个原因吗？其他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跟动物之间没有这个怨恨，没有仇恨。他死的这个，就很多动物死的这么惨
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没有别的啊。但是我们愿意啊，今天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啊，这个司法这个太残忍了啊，那不能这样子撕啊，有没有？没有人说，没有人说，大家都觉得哦，这样子吃这个吃法很好，为什么这样子吃这个味道很好啊？不是这样子吗？活活的吃掉，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不野蛮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野蛮，我们的人野蛮是什么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啊，人对人啊，有一点这个不讲理的话，这个才叫做不讲理啊。人对人这个有点的这个行为有点暴躁，那这个才叫做这个野蛮。那其他的为什么不是野蛮呢？其他的为什么不叫这个啊？不讲道理呢？实际上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啊，如果我们的伦理道德也好，我们的观念这个道德水平一定要在人的范围当中啊，只要是人跟人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冲突啊，对人的这个利益没有什么冲突啊，没有什么损坏，这样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动物啊这些小生命，根本就不需要去管它。这样子的话呢啊，那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啊。假使有一天啊，比我们地球人更强的一种外星人啊，来侵略我们啊，把我们杀掉啊，就是杀死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就一点都不人道啊。就是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杀死这些海鲜，就是有这么残忍的这个手段啊，让我们死掉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们反抗的这个力量是没有了啊。不但是反抗的力量没有，而且啊，这个理论上这个时候我们要承认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个，我们是强制小动物小生命是弱者，所以我只要我有钱的话，我可以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原来的观念呢啊。那现在轮到我们的身上了，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的不对的这个地方，这一点啊，这个那、啊、不能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忽略啊。如果这一点忽略的话，那就是整个这个地球人跟外星人啊，或者是这个地球人当中的东西方的这个人一样的弱者强者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啊，部落与部落之间，或者是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有这个弱和强的这个差别啊，不可能所有都是平等的。那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强和弱之间，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这个承认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呢？那个因为我们很自私啊，人因为这个是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个就是野蛮的、不文明的啊。除了人的这个群体以外啊，有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啊，这是不对的，这个不能忽略啊。这个动物的这个啊问题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高度的重视。所以啊，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学佛的人啊，真正的学佛人就最好就要吃素啊，吃常素。吃素啊，现在就是一种这个时尚啊，现在就是一种时尚啊啊，然后也没有人这个啊不理解，即便是有不理解也没有问题，这是他自己的看法观点啊。我们可以就比如说我的行为啊，有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啊，这个没关系，他有他的权利，他可以保留他的意见啊。但是呢，我有我的选择这个权利啊。那这个吃素啊，现在也没有什么这个啊，没有人不理解，即便是有人不理解，也不是什么问题。最好啊，这个吃素，对身体也好啊。对身体的健康也非常好对这个我们的资源啊，各方面都有帮助第一个吃素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不能吃素啊，吃素以后呢就有家庭的矛盾啊，然后就是很多应酬上不方便，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口语等等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是我们啊
不吃活的东西，坚决不吃海鲜，如果要吃的话也就吃冰冻的。所以地的限度是这个，这个我们 要做到。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说是信佛啊，不是学佛。这个不是学佛啊。那天天吃海鲜的人可不可以信佛呢？可以信佛啊，可以信佛。他这个坏毛病他改不了啊，但是呢他心中啊可以信佛啊，这个可以的。但是呢学佛啊，那就是有点难。那除了这个以外，他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但是呢啊，经常这样子杀害这么多的众生啊，学佛这就很悬啊。所以我们最低的限度啊，就如果要吃肉，只吃三斤肉啊，只吃三斤肉，不吃这些这个啊，像海鲜啊之类的。要吃的话，也就吃冰冻的。这个我们至少啊，这一点我们要做得到。至少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了啊。所以这个居士吃素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条件也是非常的这个成熟对我们的修行也有这个帮助。佛也说了佛也说了，如果不吃肉的话不吃肉的话，那除了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些以外，有这个有大悲心，会这个产生大悲心。佛教佛就是早就说过了，升起大悲心。如果这样子吃肉，尤其是吃这样子，刚才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肉的话，那就是这个大悲心一定不会有的，永远都不会有这个大悲心，永远都不会有大悲心这是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大悲心的话，那我们还有可以有什么呢？佛就是说，称向成佛的人不修很多的法，就修一个法。一个法是什么？就是大悲心，就是慈悲心那我们慈悲心永远都修不起来的话，那这个就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已经条件已经非常的这个成熟了，所以最好这个吃素，要不然的话就对这么多众生有伤害那这个都这个忽略的话，那就是这个非常不讲道理的，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就不能忽略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众生任何一个生命对我们的付出无论是这一生当中也好，上一世当中也好，对我们的付出这个是需要这个报答的需要报答的。因为我们很自私比如说有人上一世也好，像父母这样子的这个恩人对吧，这个一辈子当中这个付出了这个无数次说都说不清楚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就没有这个要回报报恩的这个念头没有报恩的念头，所以就是西方这样子的社会变成什么样子像美国一年的这个自杀的这个人当中这个当中50%的人是老年人，尤其是这个85岁以上的人就是占多数那为什么呢老年人为什么这么多老年人又没有这个工作的压力，又没有这个激烈的竞争有这个有银行有积蓄，他有车有房子现在已经这个退休下来了，那就为什么他这样子这个自杀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老年人这个他们的儿女这个不报恩，没有这个报恩的这种这个观念那老年人就是得不到这个来自儿女的这关怀的这个温暖就是非常的这个孤独寂寞
这样子以后呢，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以后，最后就是自杀啊，就是到这样子的这个地步了。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别人对我们的付出啊，对我们的付出，我们就是对其他人的伤害，对我们对其他众生的这个带来，我们对其他众生带来的伤害，我们也忽略了。啊，其他众生对我的这个恩德，对我给我的恩德，给我的幸福，我也忽略了，啊，都忽略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65亿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天下是什么样子，这就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啊，不仅是对这个下一世，或者是对生生世世有利，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啊这个价值。嗯，所以啊，我们要从我们自己这个做起。嗯，从我们自己做起，这个要经常那个去关心这两个事情。嗯，不能忽略这两个啊，就是要这个这两个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不仅是关心，不仅是重视，而且也在行动上啊，也需要有一个表现啊。那行动上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我们不吃活的东西，不颠上啊，最低最低的限度啊，就不做啊。然后就是伤害众生的，尤其是这个直接伤害众生的生命的这种眼中的这种事情，我们啊就是啊一定坚决不做，坚决不做，也就是说坚决不杀生啊，这个意思，坚决不杀生。嗯，这个非常重要了啊，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啊？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如果我们变杀生变学佛这样子的话，是像什么样子啊？啊，如果是不是杀了一条生以后呢，也不是没有办法学佛了，也不是没有办法从此以后就要从这个佛教的圈子里要推出去，也不是这么严重。但是呢，经常啊，边杀生边学佛，这两个很冲突了。嗯，这个是没有办法。佛教大乘、小乘、密宗都不分，他们的核心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啊，都是在讲不能伤害众生啊，这个是他们的核心的这个思想。那我们去伤害众生啊，尤其是这个伤害众生的生命啊，这两个就是有严重的这个冲突。我们这样子的话，几乎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学佛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行动上，从现在起啊，我坚决不这个啊故意杀生啊，我坚决不故意杀生。嗯，我们至少有这个，这是非常重要了。那佛在佛经里面讲，所有的这个戒律当中啊，所有的戒律当中啊，这个不杀生是最殊胜的戒律。嗯，但是我们的举世的戒律当中呢，这个范围很小了，只能说不杀人，其他的动物都不。都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当中。嗯，但是啊，我们平时可以发啊，可以发愿啊，可以下决心啊，我从现在起啊，无意当中，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小蚂蚁踩死了，这个我没有办法了啊，或者是在就是类似的情况下会有一些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了啊。然后就是我们就啊，注水的时候呢，烧水的时候，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小生命，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佛也说了，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也没有问题了。嗯，除了这个以外，就在我的这个啊，在我的这个能力的范围内啊，我从现在起到此为止，我坚决不杀生啊，能不能这样子这个下决心？这个你们回去以后啊，如果可以的话啊，就到这个佛堂里去啊，就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啊，非常严肃的、非常庄严的发誓啊，
我从今天起到死为止，我坚决不故意杀死任何一个生命。平时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跟我们冲突比较大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蚊子二个是蟑螂这个是对我们的生活就是有一点经常有一些冲突，但是呢我也不杀我也不去杀他们那样子这个发心这个一定要重视，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这个能做的话就是在佛像前发誓不能做那就暂时就没有办法，以后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只有这样子这是第一个这个是我们不忽略我们对其他众生带来的这个伤害不忽略不能忽略所以我们就是坚决不杀生，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从现在起重视高度的重视任何一个生命对我给我的这个幸福给我的这个恩德我要重视怎么样重视呢就是要报答报答这个恩德。那怎么一个报答的这个方法呢那就是我们发菩提心从我们的价值观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菩提心才是这个天下的这个无价之宝只有菩提心才能够救才能够救一切众生才能够救现实世世代代都可以救除了菩提心以外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真正的这个救一切众生或者是救这个人类那我们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这个我们在这个执母念恩报恩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到了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发菩提心呢？因为这些众生这些众生他们曾经是我的父母他们曾经都是我的这个父母那他们曾经是我的父母的时候呢他们对我跟我现在的这个就跟我现在的这个父母一样，尤其是我现世的这个母亲一样他们对我好对我好那这个他们曾经这个他们做我的这个父母的时候，尤其是做我母亲的时候给我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恩德付出的这么大那我就是没有这个还没有来得及这个回报这个报恩所以我现在要这个报恩那报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就是从现在起从现在起菩提心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目标这个成佛就是我们的目标成佛是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只要我们把这个目标建立起来就好，不可能这个一年两年当中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也许虽然是密宗里面讲了这个即生的这个成就，但是呢我们如果修行不好的话也不可能即生成就，也许我们就一世两世当中也许这个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呢我们从现在起往这个方向能够走过去的话能够走过去的话这个一定会这个成功的我们如果能够不是世俗的人也不是说嘛坚持能够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就是说的没有错那我们菩提心是很伟大的这个目标这个成佛但是呢就是有一颗这样子的心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就能够这个达到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从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能发菩提心的话，一发菩提心的瞬间从此以后我们的能力是不一样了不一样，从此以后我们的能力就不一样我们的能力就是越来越强
有些时候呢，虽然是佛经里讲的这个要散个无数的大劫当中要聚力资量啊，说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是绝对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啊，比如说给众生发大悲心啊等等，做一件事情，就是光是一件事情啊，都积累了圆满了啊几百几百个大劫当中的这个资量，一下子就圆满了啊。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根本就不需要一步一步的走。这个一走进去了以后呢，这个因为菩提心的这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能力就不一样啊。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啊，永远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要去利益一切众生就是有点难。要成佛的话就是有点难，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坐要静下来五分钟都有点难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甚至是这个贪嗔痴都难，没有什么这个能力啊。那我们的很多的家里的人父母都度不了，那就更何况这么多的众生。但是发了菩提心不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发了菩提心呢，那真无空心就更不用说了，这个能力啊是越来越强，这度化众生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个只要能够啊建立起这个目标的话，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啊，让这个方向走，这样子的话从此以后啊我们的人生就是有方向了。我们的生存从此以后就是有目标，有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只要有这个菩提心，有大悲心以后呢，真正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了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山河大地变成一个什么另外的山河大地呢？也不是这个意思。那当我们没有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跟有了菩提心以后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啊。什么叫不一样呢？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变成啊，这个世界就变成很一个万美的美丽的这个世界，从此以美好的世界啊，会变成美好的世界。我们没有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看什么人都看不顺眼啊，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都要计较，对众生要计较这个问题啊啊，就是哪怕是一点点的这个利益，一定要我要得到这个利益啊，一点点的利益我都不放过，我都不让，我不愿意让啊，我一定要我得到这个利益，我不允许别人得到这个利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利益方面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再小再小的利益我都不愿意让给别人，我一定要我自己要 我要获得这个利益啊。那痛苦的角度来说，再大的痛苦再大的痛苦我就是要给啊，这就是要推给其他人的身上，其他人的身上我不愿意啊。痛苦再大的痛苦再难受的痛苦，就是如果轮到我自己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接受的这样子的痛苦我都愿意啊，愿意推给其他众生，我不要这个就要推给其他众生啊。利益的话就是哪怕是一小小的利益就是这个我不愿意给他，这样我要有拥有这个，我要争取这个利益因为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很自私的一个啊，很自私因为这样子自私，所以我们就是获得很辛苦的啊，活得很累啊，活得很没有意思经常都是发生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这个事情我们是追求幸福的人，但是呢不幸福啊，这个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经历的全都是不行啊。那虽然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虽然，如果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幸福的话，那也可以啊，那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幸福什么时候得到呢？到死为止，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一个幸福的一天，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啊。除了这个以外，
就这个过程啊，这个追求幸福的过程是一个几乎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有没有一个幸福的时候？没有一个幸福。这个过程完了以后就是死了啊，走到尽头了啊，活得很不开心的啊，活得很不开心的。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这个压力，你们可以看我们啊，早上上下班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啊，就在红绿灯的时候就在路边上等车啊，等这个红绿灯啊，那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脸上没有笑容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就写在脸上，写什么呢？就痛苦这两个字了。这个为什么呢？啊，因为精神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啊，还有我们就是我把所有的幸福都要我需要我自己啊，不愿意让给别人啊，所有的这个痛苦都要推给别人。那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是，就如果有这种想法越强啊，那就是越不可能了，越自己会越痛苦。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那有一天啊，我们把这个倒过来了啊，改变了啊，我把所有的这个痛苦啊，我愿意啊这个承担，至少是我心理上能够这样子接受啊。那幸福呢，我能送给，实际上我能送给中这个别人的幸福，我愿意送给，至少我心理上啊能够接受这一点啊，这样子以后呢。啊，人就轻松了，就是有这个慈心，有悲心，有爱心。从此以后啊，我们看这个人啊，或者是看这个世界啊，世界是过去的这个世界，人也是过去的这些人。但是呢啊，对我来说啊，这不一样了啊，这个世界的这个面目就不一样啊，不是以前这样子的啊，现在。就是变得很完美了啊，变得很这个啊，很美好的啊。那过去就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慈悲心啊，我们没有啊这个报答众生的恩德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有一个颠倒，这个如心论，学过如心论的人都知道，如心论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从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因为有这个自私心，所有的这个幸福我都希望我自己一个人拥有啊，所有的这个痛苦当中啊，我不愿意有这个痛苦当中的10%，比如说我们65亿人口啊，65亿人口的这个所有的痛苦的这个总数里面啊，我能够愿意我主动的，我能够愿意承受10%多少啊？0.0000几个都我都不愿意了啊！我不愿意承受这个，他们去承受，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就或者是我们家里的人以外，就这些人去这个承受，我不愿意啊。那全世界的这个所有人65亿人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总数当中。我愿意啊，我拥有多少，我就是愿意有100%啊，或者是多少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姿势，因为我们这样子姿势，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幸福啊，没有一个幸福的时候，到死为止都是这样子啊。从现在起啊，我们要这个也不是今天就能够放下啊，也不是一个月就能够放下，但是我们要往这个。啊，能够放下，或者是懂得放下，或者是至少能够啊，我在这个全世界的人的这个人的幸福的总数当中，我也要拥有一部分。但是呢，这个全世界的人的痛苦的总数当中，我也愿意承担一部分啊，至少我们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平衡啊。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了。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非常自私，所以这个世界啊变得啊这个不美好啊不完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内心的原因啊。菩萨看起来啊就不是这样子
菩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菩萨他愿意啊堕地狱，他愿意去当这个畜生，他愿意去当这个啊恶鬼啊，那我们就不愿意啊，我们不但是畜生啊，我们就是在这个人啊人类的，就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我们都不愿意当人当中啊，就人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个有一点点弱智，有一点底层的人，我们都不愿意当，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的世界就是变成这个不美好大家都活得痛苦，活得这个辛苦，虽然是有这个物质的生活但是这个物质生活的富裕或者物质生活的这个这一部分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是多少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发现了越来越多发现这个一个人的，比如说一个人的我们的一生的幸福的总数，比如说有100的话，那物质给我们带来的是其中占%多少要去想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非常清楚这个物质能带来的这个幸福是这个多少那就没有这些慈悲心呢没有这些以后呢，我们就这个不会有幸福所以从此以后在我们的心动上需要有一点这个需要有一些这个这个表现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菩萨戒菩萨戒，菩萨的饶益有情的戒律就有11个饶益有情的戒律，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不是在这个地方，在另外地方讲过11个这个饶益有情的戒，这个11条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尽量的去尽一切力量去利益众生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需要去出主意的人去出主意教一些方法，这个方法有可能是这个修行的方法，也有可能是像做生意呀等等等等的方法都有可能的需要这个当义工的地方去当义工需要付出这个金钱的时候就需要付出的时候就付出等等就是尽量的去这个做这些这些工作，这个是这个菩萨戒。菩萨戒有3种我们平时讲的这个4条这个根本戒或者是20条根本戒这个是菩萨戒的其中一个律仪戒另外一个这个戒律呢，菩萨戒的饶益有情戒，这个饶益有情戒就有11条，这里面讲的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尽量的去这个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比如说有这个自然灾害的地方呢带头去救灾带头去救灾能出力就出力能出钱就出钱就是这些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回报了这个众生但是呢，这种回报这种报恩呢不是很完整的，只能说是一部分真正的那个完整报答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恩德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发菩提心，自己发菩提心，让我们身边的人发菩提心那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变成菩萨变成菩萨变成菩萨的话，那比如说菩萨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变成菩萨，比如说中国是3亿人，每一个人都是有菩提心的话，那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和谐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清楚了。如果全世界的65亿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菩提心和愿菩提心的话，那这个地球会是什么？这个天下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对这个社会、对人类、对整个生命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贡献。当然，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多的人变成菩萨但是呢，我们这个身边的，比如说一个人能变成这个菩萨
的话，那这个功德也就是无量的。比如说我今天能一个人让他发菩提心，那这个人也感觉到这个菩提心的价值是、啊、这是无价之宝、啊、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的这个财富、啊、那他感觉到了以后呢，他也去弘扬、啊、他也就把这个菩提心给传给其他人、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啊、一到十，十到百，这样子不就是这个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子以后呢，真正、啊、也是一个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回报、啊、对这个人类的一个回报，也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对这个社会，对全人类，对全生命的、啊、一个这个、一个报答，一个报恩啊，这个是、菩提心、啊今天我讲的这些呢，不是我们大坐的时候修的法、啊、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边吃饭边想这些、啊、边走路 边想这些、边说话也可以边想这些事情、啊、当我们刚刚讲的，当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当我们从这个城市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快要这个落地的时候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修这些法啊。当我到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很幸福，我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啊。当我们这个中了这个体育彩票，这样子就是发大财的时候啊，等等啊，这些时候都可以修的啊。这个修法是很重要的啊，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修，嗯。如果能这样子修的话啊，那我们就一方面，嗯，人的这个真正这个慈悲心有了以后呢，心胸也就是很宽阔的啊，不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问题上面就同事之间呢、啊、或者是家庭之间，就跟家庭成员之间就更不用说，不可能去计较这些事情，心胸也就宽阔啊，然后看得也远一点啊，就对人，就任何人跟他接触啊，所有接触的跟他接触的人都会受益的啊，任何一个人啊都不会受到伤害，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不可能啊，任何人任何生命受到伤害，除非是我们不小心的时候脚底下踩死了小蚂蚁之类的啊，其余的都不会因为这个人的生，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啊就很多人，就很多人啊或者是动物受伤害，不可能的啊，就是不但是这个，而且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有更多的人啊受到这个利益，更多的这个生命这个啊受到这个利益，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我们把这个思想啊传播给家里的，比如说儿女啊子孙，那他们有去传播他们的这个子孙啊，啊，每一个人的这个身边都有一大群人啊，啊，我们把这个思想小的时候就是传播给这个啊这个儿女，那他们也就可以再传播给他们的同学，他们又可以传播给他们的父母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菩提心啊就传开了以后呢，啊，就很多人都会这个受益的。啊，菩提心就是无价之宝，只要有菩提心，只要有这个大悲心才能够，我们才能够活得下去啊，要不然的话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下一世啊，这些都不用说了，就我们就是为了吃一次的这个饭啊，饱饭，然后就杀死这么多的这个生命，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制造这么多的这个灾难的因素啊，现在很多人都就怕2012年的时候就出现什么灾难啊，很多人也说，但是我想2012年不可能出现什么像他们说的那样子的灾难，这个不可能，但是呢，灾难是肯定是出现灾难的啊，始终的这个是早晚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观念啊，这个意识心态各方面都是不间断的在制造啊这个灾难的这个因素啊，那这么多个人，这么多的人就不间断的去制造这个灾难的因素，灾难怎么可能不出现呢？嗯，这不可能的。所以
啊，就没有这样子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个发菩提心啊，为一切众生啊这个发愿发心啊。平时我们还有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认为物质的这个啊力量是超过啊这个超过这个精神的力量，所以我今天呢，比如说拿五块钱送给一个人，他会很这个，比如说像乞丐这样子，会很开心的啊。但是我在他听到的这个地方啊，我就是诚心实意的祝福他啊，他不一定那么开心啊，他没有就送给他五块钱那么开心，嗯，为什么呢？这个他没有这个重视到这个新的这个力量啊。新的力量，嗯，实际上这个新的力量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一定会这个超过这个物质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么多的人啊，发心愿、发菩提心，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幸福啊，不要有这个灾啊，这个灾难，不要有这个痛苦啊，这样子发愿的话，这样子发愿的人、发心的人越多啊，那这个精神的力量是这个越强，所以会这个啊消除一些这个灾难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菩提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灾难啊，这个有多方面的这个功德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这个修今天我讲的这个修法啊，平时我们都这个很多居士都是这样子，修行的时候也在这个听法，也在这个用功，嗯，但是呢，我们就是人际关系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有些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啊，都要计较啊，这个时候就是比一个普通的人还差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做人开始啊，从做人开始，然后就是去，这个去重视啊，这个其他人对我的这个付出。啊，我对其他人带来的这些伤害要重视，从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一个起点，作为一个基础，从这个开始啊，然后慢慢的修，一步一步的修的话，那就我想会有进步啊。这个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这些法啊，修了这些法以后呢，这每一个刚才我们讲的每一个这个念头都远远超过了。啊，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啊打坐呀、念啊不是打坐，念经呀、磕头呀、烧香啊、拜佛，远远超过这些了，嗯，远远超过这些，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这个积累资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又不费时间啊，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这个也不是很难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想那。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的结论，我的今天讲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两个表现。第一个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去这个思维一下啊，我能不能从今以后不故意杀生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佛堂。到佛堂里去啊，发誓啊，这是非常大的收获了。我希望你们能做得到啊，我想也绝大多数的人也能做得到啊。这个能做得到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呢啊，因为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能发一个这样子的心，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也许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嗯，但是呢，我们。从无始以来，在这个生命轮回当中流转到今天，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子的机会？没有过这样子的机会，一直都是杀杀杀杀到现在，啊，然后以后如果我们没有现在再不这个啊发愿的话，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就很难说了，啊，这个就很难说，所以这个机会，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不是很容易，这个非常来之不易的。那我们要发这个心，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那这个一个，吃素的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然后就是
发心啊，这个不杀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菩提心，菩提心我们在努力啊，我们在努力，就更加努力就可以了啊。希望我们今天这一组的所有人啊，从现在起啊，我们就是往这个啊发菩提心的这个啊方向走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啊成佛是我们的长远的这个目标啊，发菩提心。有一天啊，有一天我们拥有这个性菩提心和愿菩提心啊，又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啊惊奇的一个这个啊一个目标啊，就往这两个目标的方向奋斗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生才真正啊变成有意思了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Sonum de yi tam jo zu ba ni do ni ni pe zhe ne ba zhi jin ga na ji wa long zhe ba zhe bin zu li zhu wa zhu ge zhu hum a hum ban zhe rung ge zhe pa ma se de hum hum a hum ban zhe rung ge zhe pa ma se de Om Aum Bhadra Guru Bhama Sadhu